峰中的乌比黑比火山口，哇，这里的风可真是大呀。看到这里有很多条下去的路，下到火山口中心的那个路，但是这个风太大啊，还是算了吧。在这儿安上个翅膀，绝对就飞起来了。嗯，这里有 sign 说不能飞重，这么大风，肯定是不能飞了。大风竟然把我脸上的眼镜都给刮飞了。哇，这到处找，地上都没有。嗯，哦，还好，发现它在远处的树丛上挂着呢。哎呀呀，幸亏有这个树丛，要不然的话就肯定就飞到谷底啊，山坡的下面去了。下到下去的话，下到一半应该就风就应该小了，但是还是算了吧。看来今天是天公不作美呀，下次吧，下次再来，拜拜。